果可以好运，谁想要衰运？欢迎收看一周最衰网红。第三名，从前有个好傻好天真的网红叫金阳，他以为他买了100张刮刮乐，结果是买了100张废纸。于是我懂了，我们每个人都值得发财，但不代表可以拥有，不然你为什么还没中奖呢？第二名，从前有个网红叫再不疯狂就等死，他以为他拿了可以穿整天的袜子，结果是拿了只穿一秒的袜子。于是我懂了，我们每个人都值得爱情，但不代表可以拥有，不然你为什么还没脱乳呢？第一名，从前有个本来高高兴兴的网红叫为命名工作室，他以为他得到了新 iPhone， 结果得到的是和 iPhone 一起摔碎的心。于是我懂了，我们每个人都值得拥有，但不代表可以拥有，不然你为什么还没加薪呢？